到为止。少侠，请。少侠加油。少侠好身手。少侠的武学功底诀窍。长魔自有力。还有一事，多谢你了，我先回去。少侠，方才有人，那个人姓唐，具体叫什么名字？那人啊。没想到那个神刀的小师妹竟还卖了个关子。对了，婉儿姑娘可知道谁会在码头等我们？一时还想不起来，不过此地离码头还不算远，我们骑马一会儿便到，到时自会知晓。这小灰马感觉还不错。那个神刀的小师妹还真会替人着想，不仅帮人传话，还要送人马匹。日后再见到她，定要请她大吃一顿。那到时可要叫上我，码头就在前面，我们快到了。公开公开，普天之下有死你手下首领。那我来会会你。有点本事。婉儿，我没事。一个使团中怕事不错。少侠，唐盟主，你师兄管唐氏。天下双臂之一，聚秦会还有几
凌云楼秦桧的时辰要到了，得赶紧去找婉儿了。呀，今次我可赶上了。带走闹事者，速速离开吧。嘿嘿。又见面了。你是何人？取你性命的人。取我性命？好大的口气。说，你们到底是谁？手下留人。少侠留步。你是何？拦你的。你和刚才。我不认识。行吧，少侠随我来，我们且去安全处说话。少侠在江湖中所行，你到底是五卦？一命二运。这石也石，那我懂。那有啊。哎呀，今次我可带走闹事者，速速离开吧。是是是，属下等这就告退，这就告退。请少侠。呀，今次我可带走闹事者，速速离开吧。是是是，属下等这就告退。婉儿，没什么。婉儿，其实我的一切没关系，一会儿就能见到沈龙首了。少侠很期待与沈龙首见面吗？嗯，能与江湖中两位盟主相见，我自然也十分荣幸。唐盟主方才已经见过，沈龙首稍后便能遇到，少侠无需着急。嗯，婉儿姑娘说的是。这件雅事便是唐盟主干，沈姑好想去。
婉儿姑娘发生。第一横呢？据说淑英姑娘的琴艺天下一绝，如今终于能亲耳听见了。刚才那声音是婉儿，这是婉儿的玉坠，她难道遭遇了什么变故？婉儿姑娘，少侠，淑英姑娘，少侠，什么公主？不是。是少侠莫，可婉儿少侠心可靠去眠。少侠，方才听闻你的朋友被贼人劫持，我特地让我的黑煞来助你。黑煞对贼人的气息十分敏感，有了他的帮助，一定可以追踪到贼人的身影。原来是阿暖姑娘，多谢了。黑煞，接下来看你的那边有个贼人遗落的物品，去看看。这似乎是某种组织的腰牌。剩下的人，赶快到面。你也来了，太好了！怎会如此？婉儿，小宝，我去九四勾栏出钱的。我们是不是辽邦人？你去问阎王爷吧。继续杀，收拾不了他们，回去就拿他们喂狼。是。嗯，算你们有点本事，来和我过两招。
这里可真热闹啊。唐盟主。铁风盟盟主。哼，众人先撤，通知各部小心。有趣，我追去看看。